他昨天为啥哭？我让他看了一段视频，我说你看看我不能放的视频，他看了嗷嗷的哭。我说你看看当时是孟建柱作为公安部部长的时候，政法委副书记和王乐全在新疆做出的决定，人家是上那个镇上去抗议的人，孟建柱说我跟王乐全在一起，我现在下令你安全部长马建把他们全部给灭了。马建以为就把他们给抓了，他说全部杀掉，全部杀掉，那孩子多小的孩子们就给杀了，他正在看他哭。